什么是小鲜肉啊？爷爷，啊，像您这样年轻帅气的就是小鲜肉。对呀。等会儿，你这同学真逗啊。对呀。来，给我吧，来吧。哎呀，靠近一点啊！我给你爸发过去。二三。哦，对啊，嗯，阿姨，叔叔怎么没来？我故意没告诉他的，他没资格来。哎呀，你怎么那么严肃啊？高兴点。哎，挺好的。哎，不，你搂着他吧。来，欢迎点头，搂着搂着，亲密一点啊，靠近一点，真好。再拍一张。再来一张啊！别生气啊。好，亲密一点。出去啊。嗯，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美女，跟我出来一趟。赶紧出来，你爸这次真生气了。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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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，不好意思啊。儿子，你就那么不招人喜欢啊？不同意你和张分舟谈恋爱。你先听听孩子怎么说，说不定他有什么理由。什么理由啊？他失恋躺在家里一个寒假，谁给过我理由？哎呀，你别这么说，你这孩子多难受啊。难受，有我好好的一生龙活虎的闺女，躺在家里偷偷的抹了一个月的眼泪，我不难受吗？我骂不敢骂，我问不敢问，我心里跟刀割了似的，我不难受吗？爸爸，对不起嘛，对不起。什么也别说了，我就一个要求，分手。爸，哎呀，你别这样，你跟他好好说话，你听他解释解释啊。喂，阿姨。